宁毅，这一幕是不是有似曾相识啊？住手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胆子大了，什么事都敢给我惹！宁毅他欺人太甚，我早就对你说过，不要为一个女人去胡作非为，回家。 家生意上的事儿，是已经落定了。可我就寻思着吧，他们这夫妻二人这个私事儿，应该上上日程了。私事儿？什么私事儿啊？哎呀，生儿育女，为我们苏家开枝散叶。啊，是，你说咱姑爷小姐堂也拜了，亲也成了，那生孩子自然是头等大事。 可现下，姑爷还住在耳房不合适啊？还住耳房？我也不想。可你说我这个做娘的，我也不能一直去催她而不是，所以我就想你们姐妹帮我想想办法，那个出出主意呗。不爱的，我这儿啊有一剂方子，把这方子泡在酒里啊。 我跟你们讲啊，当年我们家那个死鬼喝了呀，那真是生龙活虎。哎，那你带没带来？哎，我这就派人去拿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酒喝下去保证有效。太好了，咱们一会儿就试试啊。对呀，那可就指望你了。这可是我们家姑爷来了。 来了来了，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这一天到晚忙的呀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，就只能在这儿堵你了。快快快，我给你引荐一下啊，这些都是江宁的大户人家的夫人，都是我最好的姐妹。啊，这个是你白姨。白姨，这是你胡姨。胡姨，这是你景姑姑。景姑姑，这些姑姨们说久闻你大名，一直没见过。今天啊，专程来看望你的。不敢不敢不敢。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站一坐累的。坐下坐下，坐下坐。来来坐。哎呀，真是个表演才。小萌长真俊呐。你看这耳朵，哎，多有福相啊！是吧？谁说不是啊？那是我们家的
可千万别辜负我们的一片心呐！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来，都喝了啊！快喝，来来来，我是。哎，再喝，好好，再喝点，对对对对，好好，对了，好，再喝点，再喝一碗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这什么味儿，什么酒啊？哎呀，这生龙活虎，虎虎酒，哎，虎虎酒，不了，哎，没事，来来来，喝下去，喝下去，这是好酒，来来来，喝下去，喝下去，哎，对喽，对喽。姑爷，慢点，你怎么能不行呢？不，再喝不了，喝不了，再喝现在就睡了。睡得正好，就是去睡的呀，没错。我回去，回去去。回哪儿去呀？这就是你的房间。这是唐人的房间。哎呀，结了婚了，成了家了，分什么你的呀？他的呀，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快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啊！快，累一天了，赶紧早点抱我身上，早点让你娘抱孙子啊！进去吧，哎，我说我不喝酒，你娘非灌我，我就喝了点儿。灌你酒？
你还好吧？不了那么多了，要不是借着酒劲儿，我还干不了这体力活呢。你别这样。哎呦！哎，大姑，这酒也太厉害了吧？这回你放心了吧，有效的。放心了。你哪来的锤子？这话我应该问你，这是你的房间。什么？马上你就明白了。差不多了。这回小了，以后要是再遇见这情况，我就直接从这儿回去，到时候把它弄下来盖着就行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？那你干嘛还这样啊？我不这样，你娘不走啊。嗯。这样。就行了。啊。甚好。你过去，我来养。你慢一点。嗯。我是个诚实的人，我不能让丈母娘误会我。哦。这个力道如何？这个力道正好。哎，如此甚好。夫人啊，咱回去吧，给姑爷和小姐留点私人空间。对，咱们走啊，咱小心啊。你剩下酒意可散了？还好，出出汗就没事了。那日你带我去西门驿馆，其实我一直有几句话想同你说。这段日子，谢谢你。我本以为你只是个愚钝书生，没想到你多次助我，帮苏轼布行，走上正轨。
说这话就太客气了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既然你有这般本事，为何安于穷乡僻壤，不愿意去经商，也不愿考个功名吗？这倒是把我问住了，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看到这个洞没有？我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洞的另一边，我钻过这个神奇的洞，阴差阳错就成了现在的宁毅。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？不能。虽说是不太明白，但我倒是觉得你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是肯定的呀，我就是没把那身肌肉也带过来，要不然能更好呢。肌肉就是人体，就是外貌的一部分。我倒是觉着相貌并不重要，就像一个人的出身、尊卑、男女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品性如何，能力如何。所以你才要争夺苏家的掌印？我叔父和我兄长的品行你都看到了，若是苏氏掌印落入他们手中，不行的未来显而易见。正因如此，我从小便立志一定要接管掌印。只可惜。可惜什么呀？事到如今你还不认错？你不好好在书院读书，偷偷跑到布行去干什么？如果不是掌柜的发现把你送回来，我们一直还蒙在鼓里。我又没错，为何要认？我还把大哥卖不出去的布都卖出去了呢。你还敢犟嘴？父亲希望我恪守本分，相夫教子，可那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的心愿。我们发生过几次争执，渐渐的便无话可说了。父亲也不愿意见我。檀儿，拿出来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掺和家里的生意，也不要想着做布，好好读书，日后爹娘自然会为你铺好道路。可我喜欢做布，我也不比大哥差，他能经商，我为何不能？将来我也想要接管苏氏布行，成为江宁最优秀的女商人。一派胡言，你一个女子管什么布行？你知不知道你选择了这条路日后要吃多少苦头啊？女子如何，男子又如何？只要是我自己选的路，那不就行了？你日后如果还想经商，那就不要认我这个父亲。以后在外面吃了苦头，也不许回家哭。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，那你就从来没想过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聊一聊？怎会没有想过？可是父亲始终不愿意理解我，
前几日在小柴房的时候，我曾经向你父亲打过保票，说一定要帮你夺得苏家的掌印，夺得之后，无论你是想和离，还是想二婚，还是自由恋爱，都随你的心意。可是你父亲告诉我说，夺得掌印才是你最大的心愿，让我全力的帮助你。其实你爹真的挺疼你的。你们父女俩呀，就是太像了，也都太犟了，都等着对方先开口，谁也不肯先低头。这是我们不行心的名片，来来来，几位受累帮我广为传播啊。嗯，这个做的还真精致。不过是一私房片，何来谢谢？对了，金兄，我在底报上看见说你家今日宗族聚义，要移交掌印给你夫人。嗯，那宁兄的夫人不就是江宁第一位执掌家族的女子？啊，果然宁兄能嫁的那都不是一般人啊。哎呦，高秋现在进步挺快呀，会说两句好话了。相公，相公，哎，我家娘子来接我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来了。嗯，走了。宁兄告辞。告辞。告辞吧。走了，明天见。诸位，今天是我苏氏家族一年一聚的宗室聚义，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大事。大家看，这是苏氏一族的掌印，今天我就把它交给我的孙女儿苏檀儿。且慢，有劳各位审账了。日后我们东家成为掌印之人，必然不会亏待各位的。休得胡言！哎，哎，宁毅这一步棋，我看是把你给弄魔怔了。你该下便下呀。他可不简单。今日苏氏布行生意红火，大有抢占江宁第一之势。这背后拨弄风云的，便是他这个小小赘婿。嗯，哎，说他便来了啊！康老，秦老，很长时间没看您来了。这段时间呀，布行非常的忙，刚抽出空就找您来了。我一猜您就在这下棋呢，我这给二位准备了个小礼物。您请收下。嗯，好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苏氏布行最新的名片，上面印着布匹价格，还有我们布行的地址。您二位要是想买布啊，可以顺着这个地址找到我们，到时候提我宁毅的名字，给您二位打折。甚是有趣啊，亏你想得出这法子啊。西掌柜，大房布行的账目不对。这不是我们家的账。有人偷换了账本。父亲啊，这例行查账还未结束，怎可如此草率地移交掌印？他的账目我都略微看了一下，并无问题呀。那就再查查吧。哎，那正好啊，你呢跟秦老下上几盘啊，我去拿椅子。你又不自己带椅子？哎，来来来，请。好，来来来，坐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秦老，您还想着这一招呢？上一次啊。您让我直白先行，我呢不想占您便宜，所以故意下在顶角，让了您一招。我说你呀、啊，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。就你这步棋，我琢磨了多日都没想明白，合着到你的口中，啊，便是不想占对手便宜这么简单。你，哎，这尊老爱幼是我们赘婿的美德嘛。哎，椅子来了。哎，哎，小友啊，我听说宁夫人今日就要拿到这苏家的掌印了。啊，是。那过几日的蒲园诗会，你是不是也要参与啊？怎么您也提这蒲园诗会啊？最近这城中很多人都对我提起这诗会，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各家布行，到时呢。会邀请歌女弹曲献艺，因此唱曲，附庸风雅。到时候我和秦老也会去听上一听，到时候可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哎，您可别看我，我又不会唱曲儿，我就会下着棋，请吧，秦老。138,300的账目，有一半的数字对不上。唐儿，作何解释啊？祖父，请祖父相信唐儿。祖父就是太信任你了，所以压根就没有仔细想查过你的账。我就说嘛，你刚经营了数月，怎么就超过我们二房经营多年？原来全是作假。唐儿，你出涉商道，便行此卑劣之事，这日后如何走得长远，如何服众，如何带领我们苏家发扬光大呀？你说这账有问题，可这些账本素来在你的库房之中，别人如何偷换得了啊？即便是为了掌印，也不能行此侥幸之事吧？祖父，这是布行的账目，请祖父过目。哦，好。祖父，这些账目确系伪造。对呀、啊，那可不就是你伪造的吗？哎，谭儿一个女子，就是行差踏错，那也是难免的。老太公，不如今日。就由仲堪代为掌印吧。是啊，先把账查清比较重要。我女儿我最清楚，她绝对不会做假账。坦儿自幼聪明，即便是做假账也会做得天衣无缝，怎么可能被看穿？坦儿急于得到掌印，
这仗做不漂亮也是有的。父亲，今日这掌印。祖父，请给谭儿两个时辰，必将账面理清。大事不好了，家里出事了。哎，老太爷，数目都核对上了。苏檀儿怎么能进献如此之巨的账目？大哥不能，不代表我不能。檀儿自从经商以来，每晚枕着账本入睡，每日清晨起床便验算，布行里的每一桩事他都亲力亲为，自然对每笔流水、每条账目都能牢牢记住。对。不过，方才大嫂说，檀儿若是造假账，丝毫不会露出破绽。如今这账目规整。也算是制假的能力吧。我刚刚那是没过脑子，我顺口说出来的，我胡说的。檀儿他绝对不会做假账的。哦，大伯母，你说不会就不会啊？我爹还说我今年能娶妻呢，我娶了吗？苏檀儿，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账目的真伪，那说明他就是假。疑罪还从无呢。九哥。你的法律意识很淡薄呀！你一个赘婿，你来宗族聚义，你有没有点规矩？出去！九哥，不得不说你运气实在太好了，要什么就来什么，这要是打麻将能赢不少钱呢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。自打娘子的布行开张以来，所有购入点卖的票据，我全都留存了。你要是不信，一张一张的翻。挨家挨户的去问，每一条都对得上。行了，你们企业的内部会议我也不参加了，我先走了。祖父，拜拜。唐儿，你从小利益变高，但是做生意这事儿。女人占不到什么便宜啊，别人付出一分的努力，你就要付出三分，弄不好还要误了你的亲事。我一直担心你啊，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没有一个人的关爱。现在好了，有一儿在你身边，你们相互的帮衬，有商有量，祖父这就放心喽。父亲，檀儿虽然优秀，可毕竟是一介女流，让女人来掌印，怕是不妥呀。此事若是传讲出去，必定令外人非议。男子如何，女子又如何？父亲是为苏家着选最善经营之人，而非与男女评判。檀儿自幼就喜欢织布，时常从书院跑出去，到布行去看人织布染布。他在布艺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江宁人尽皆知。布行自檀儿接手以来，生意蒸蒸日上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唐儿，掌印之人不但要执掌苏家家业，更要肩负起我苏家不行的兴衰重任。身为女子，却希望走上这样一条荆棘之路，必要付出比男子多十倍的心力，你能否做到？唐儿能做到。苏家家训，孝敬长辈，帮扶平辈，必有弱小，你能否做到？唐儿能做到。敬上行天下，不但要以家业为重，更要兼济天下，你又能否做到？唐儿能做到。可我们苏家过去从无女子掌印一说呀。那就开了这先河。说得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唐儿，我来。今天我把苏家的掌印正式的交接于你。从今往后，掌事权就在你手中，其中的分量你可明白？祖父，唐儿明白。好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父亲。岳父，岳父，老头还挺好面。如此，已经很好了。娘子啊。作为苏家历代掌印之中第一位女性，你现在作何感想啊？感觉甚好。哼，高兴。看出你高兴来了。这庆功酒你都准备好了。哦，你这么问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你准备的吧？好啊，管他谁准备的呢，喝。喝。来，小坦坦，喝呀。喝不了了，醉了，你是不是醉了？喝得了。哼。哎，苏坦儿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你拿了掌印，军功章有你的一半，也得有我的一半。没有我，你也不能这么快就拿得到。嗯，恭喜你啊，拿到了苏氏掌印。恭喜。喝酒。同意同意。嗯，坦儿，你等着。嗯，我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。等等。
恭喜耿红来啦，上菜喽！哎呀，你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？端盘子上来你也不挪一下，看看，这是我的小宝贝。何物？他呀叫做皮蛋，也叫松花蛋。嗯，是我用鸭蛋腌的。哎，蘸辣椒，我知道你爱吃。来来来来来，张嘴啊！哎，好肉，吃吃，不许吐不许吐不许吐，好吃。跟我学，吃完了，是不是感觉还行？第一口确实恶心，慢慢品，却有一丝香气。那就对了，这个皮蛋就是这么神奇。你少吃一点啊，这皮蛋吃多了容易上头。你是不是上头了？上头了。你那是喝酒喝的。上头了。哎、你别打我，这个皮蛋可百搭了，它除了蘸这些还可以蘸糖吃，还可以蘸蜂蜜吃。蜂蜜好吃。还能蘸皂角粉吃。皂角粉好吃。蘸水泥吃。水泥好吃。蘸沥青吃。沥青好吃。蘸水银吃。蘸硫酸吃。蘸你。你戏弄我。没有。你戏弄我。我没有。我要罚你。你罚我什么？我要罚你过两日陪我去浦园诗会。不去。去。我又不会写诗，我让诗会陪你去。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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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去。哎呦，你自己去嘛，人家都知道我们成亲了，我一个人去要什么样子。好，可以去，但是得加钱。500两。20两。400两。25两。400两。30两。200两。50两。100两。55两。20两。行吧。这酒喝着这么熟悉，好热好热，热就对了，这是丈母娘的虎虎酒。虎虎酒是什么呀？我去，实在忍不了了，得罪了。其实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
转朱阁，第七壶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